看吧，哦，那哎，不过这个可能需要麦克风，声音听得到吗？他讲话的话我们听得到吗？谁说的话呢？我们有办法跟他沟通吗？那我们交给操作手 Easy Blue。你刚刚讲你的大头现在有100多个人在听着，不要趁现在，我要比同学。先看看一下，其他讲话。刚刚其实有说一句话，有。喂，对吗？对吗？我爸爸约宝宝来接。哦，可是他也听不到你的声音啊。那就请他直接开始。好，那请他直接开始。反正我们还是好，应该会有点延迟。我们不会知道有延迟，就一直讲，一直讲就对了。可以吗？开始吗？要开始吗？那就要那个，开始计时了。我们从他讲第一句话开始计时。这是一门沉默的小技巧。好，距离的大家晚上好，因为今早上起的比较晚，所以没来得及到现场去提案，或我们就用线上提案这样子好了，远端提案支持的。好，那我要提案的部分是 TechMD 的 UX UI 改善案，基本上我就是作者嘛，对。然后因为这个整网站一开始只是一个小规划，然后是我一个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网站整个使用的流程跟界面元件的部分都是我自己决定该怎么做比较好。那现在开始就是有大家就是参与，然后很多人使用之后呢，可能有些部分必须要去调整。然后上一次小峰的部分，那个 Neil 有跟我提一些就是可以改善的部分，那我有这礼拜前几天有去把它说出来。那我想说能够继续改善成大家喜欢的，应该想说大家比较习惯或者说更好的流程会更好，所以我就有今天提这个案这样。好，那我分享一下荧幕好了。大家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其实简单就开个分页，然后打 hackmd.io， 然后 enter， 好，然后你就会来到 hackmd 这样子。好，那一进来的话，像网站其实就是你要说简洁、极简化或者说简陋，其实都可以。那网站上就可以看到两个 tab 这样子，那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基于浏览器的一个记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首页的部分，然后呢，上面有三个按钮，对，可能有点太多，所以会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好，所以这方面看能不能去做改善，然后甚至就是说，如果我们进来这边，编辑笔记的部分的话，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边右边有目录，然后这边可以有首页。然后有编辑，但是有人觉得这个编辑的部分设在左上角，不过只觉得比较喜欢在右上角，或是说需要一些多语言的翻译协助，或是说应该有一些新手比较提示的部分之类的，就是一些易用性的考量这样子，可能会需要一些使用者或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大大来帮忙这样子。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吗？对，就是大家可以上去戳戳看一些原件，然后如果有觉得不好用或是不顺手，或是甚至看不懂的部分的话，就是可以用 Slack 我，或是等一下我大概半小时之后会到会场，然后就是帮助我或是跟我说这样子，然后会很乐意的去听大家讲这样子，对。好，那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OK， 我们谢谢 Jackie TechMD 哦。好，那就准备开干了。那在开干之前，对不起，对不起。